看，在干嘛？谁家的孔雀？这段时间天气太热，这个门都是开着的，他们现在都自己给自己跑出来溜达了。还有一只小鸡，还在开屏，一天开到晚。小鸡在这，明天小鸡就不用单了，大哥就把那个小公鸡又送来两个，很漂亮的小公鸡。大哥说喜欢哪一只，拍了两只。我发到那个群里面，很多朋友说两只都给他干过来，然后把他两只都干过来了，明天就送过来了。送过来我们先用哎，到时候出了小鸡之后，我们再把公鸡还给他，把这个小母鸡也还给他。现在孔雀胆子也大起来了，尾巴也长长起来了。之前都不能看到我，看到我的就很害怕，就往楼上跑。现在散养真的欣赏价值很高的。我们坐等大哥送小鸡了，你看小鸡，早两天还在那里抱窝了，产了蛋自己在那孵。我说没有公鸡它也孵不出来，就拿掉了。我给大哥一埋怨，我说小鸡它都抱窝了，那我抓紧时间给你送过来。都要溜达出来了，溜达鸡，溜达孔雀，呵呵，还有一只呢。哎，还有一只应该在屋里面出来。你看尾巴长得现在好漂亮，吓跑了。下雨了，走吧，上屋里去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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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吃了。吃啥呢？那是。走吧，快！我要关门了，回家。快快快！下雨了。哎呀！我刚到公司，我那个兄弟都来了。我在外面看到他的车在那里，他人不在车上。我得给他打电话问一下，我刚才看到那个我那个同事，我还以为来到这边来了呢。我们先把门打开。哇塞，又漏水，昨天晚上下雨又下不小。大哥来了。大哥，这一下子让你等时间长了。我刚才没看到你在车里面呢。放出来了。大哥你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跑不了，门关上就行了。要门先关上。刚开始它有点紧。哦，一个小鸡啊。哎呦。嗯，这个可有一斤重，最多一斤啊！你看这个漂亮啊！其实我要看还是这样的小鸡好看，他们也胆子大。你看哪？那个还小一点。大哥，你感觉到这两个哪个的好一点？对呀，背的好。背的，你看微笑的。哦。尾巴也长，就跟你说，这背到时间尾巴还得长嘞。还得长。现在上一回那个叫啥呢，说生病了一样的那个鸡呢，那个鸡的后代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你把那个给生病了一样的，你把生病了那个，你看厉害吧。哦，你看这个厉害。嗯，这个是赛喇嘛吧？赛喇嘛。好，这下有的玩了。这个是本来孔雀站的，刚才开门的时候孔雀还站着呢。我想那个鸡凳子都出来了。你待在相府呢，大哥来看看。你给我参观一下，指导一下工作。咦，我就说了，我说等明年该下小的了，到时候开几个蛋给你，你去孵去。是一公一母。
今年这个公的都早两天都发情厉害，母的还有点害怕，没产卵，等到明年100%产卵。这孔雀本来弄过来的时候尾巴短，现在都长出来了，漂亮的不得了。刚才把大哥送走了，他这两个鸡太野了，在这里玩一会儿的时候都飞到这个顶上乱飞一通，太吓人了，我要喂鸽子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